你藏好吧，你注意点啊！哎，都隐蔽好。猴子，二壮，啊，你们都回去吧！啊，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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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
我们都查清楚了，刘国绝对是个叛徒，他根本就没去城里看病，他直接去了王寡妇家里，而且后来搬到七爷去了，亲眼看见的。这个林奎，按说呢，他为啥要杀你？还有你，这家伙绝对就是内奸。那现在就把他抓起来。哎，别冲动，留着他还有用。咱们要奉上线。 奎儿，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哎，你病看的咋样了？嗨，哎呦，没事吧？啊，别提了啊，就知道整天让俺吃药，哎，快把俺给吃死了。你说这个王大夫，哎，你去王大夫那儿了？啊，你说鬼子医院咱又去不了啊，中医就王大夫看的好。 不去他那儿去哪儿啊？刘奎，半年前来过呀。最近都没来过吗？没有来。哎呀，王大夫看的好，他也没给你看好呀，你说是不是？你老找他看病，这万一给你治死了咋办呢？哎，二壮，你怎么能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呢？俺这不是关心你吗？二壮，你去哪儿？ 抓起来，放长线，钓大鱼。俺没去哪儿啊？你去王大夫那儿了。俺又没病，俺去王大夫那儿干嘛呀？你说你真是……哈，也是啊。俺还有事儿啊，你先忙啊。走了啊，你记得吃药啊。